啊，无生后生拢怪查某，敢不公平？无嘛，是不是？我死你个死的啦！我什么想要安怎啊？啊，这么叫问题，你凊彩讲讲，我跟你讲，我再叫你查某囝该卖转来。哎呦，你叫我查某囝卖转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哎呦，你这么是咧笑啥？你爽啥？痛啥？啊，你目眶转，目屎。我说想讲，你笑啊，家己拍死哦！人家兴奋嘛。两位一个天龙跟天后在这。哎呦，这我不敢动了。你当然啦。啊。如果呢，一共八点动的来讲，是这两位的演技吼，实在呢找无对手啊。将偌济人拢看你的戏段的呢？今仔日真正不虚此行来个家吼，欢喜个，大家拢看我戏段。两位在这吼，超级大飙戏，嗯，好吧。然后你们两个人就演一段那种。夫妻之间的问题，我们看一下。你说，恁两个家己找一个主题，为了今日是谁在玩家酒？是讲，阮后生传早嫁好啦。好啊，所以我查某囝嫁给恁后生啊。亲家，没有。哦，迄个剧情吼，那家咧玩到尾啊吼，结果变作恁两个谈恋爱，安尼就好笑啊。哎，安尼袂歹啊。系啊。预备，一说来就来哦。预备，备，开门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啊！你常常细细念，啊，在咧念讲我的查某囝未生，我是感觉恁的后生才有问题，你知影？即摆医学你唔知影？较早无生后生拢怪查某，敢有公平？无嘛，是不是？我死你个死的啦！我什么想要安怎啊？啊？这么叫问题，你凊彩讲讲，我跟你讲，我再叫你查某囝该卖转来。哎呦，你叫我查某囝卖转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！哎呦，你今麦是咧笑啥？你爽啥？痛啥？欢喜到这落型？我来感觉伊安尼哦，有啊，这样过来安尼哦。啊，你有惊着无？我足久无迄种有人迄种压迫感，你听。啊！足久无人安尼哦，迄种感觉。喂！哎呦！啊！你目眶转，目屎。不是想讲你笑啊，家己拍死哦！人家兴奋嘛。好啦，我来讲啦。拄啊咧讨论哦，到底是后生查某囝的问题哦，啊无规矩咱定生者啦。哎呦，圆满大结局。既然少年的生未出来，叫我老的来生嘛是会用的啊。你确定你有法度生啦吼？嗯，试看卖咧啊。搞硬，厉害！但是结果不算厉害啦，厉害是一种硬派人，应该大家看得到。真的，因为坏有很多种嘛，其中你讲我骂人嘴歹，可是你啊真正派人，可能你拢看袂出伊派啊，对不？我得杀气腾腾。对哦，那是上厉害啦。不，你的感情。我今麦要讲的是讲较早有一支戏哦，迄大钓的戏，迄个对白啊。对啊，你大钓迄个戏啊，哦，你公车平的啊，另外台湾霹雳会有，霹雳会哦啊，虽然我今麦要讲的不是我搬迄个角色的对白啦，是，但是秦阳迄哦，伊真正迄个对白，哦，一句话会，今仔日各位的新闻吼，我感觉袂歹，是哦，哦，伊讲的是安尼哦，今仔我新闻无，哦，你的新闻大家嘛，大家我知影，你今仔日有五条啊，哎呀，来，今仔日现场留伊有福气啊。想要进演艺圈还没有进演艺圈的朋友，看起来正刚八点档的吼，正刚男主角的这个感情，拍人拍到对方不寒而栗，一句话拢无讲，哎别，巧不啦？你若我袂爽，我就会掠讲，我来掠讲，我就想要杀人，我若要杀人，我就会送你一桶汽油，甲一支番火。无，你即摆是要哪？要拍无啊无？是。哎呦。一句啦，下下的一句就够了。